大龟会，有捞无？无捞，十几个人甲唯一会钓尔吼。啊，咱即摆看哦，即种阿妈家当咧，伊个生态非常好。吼、哦，咱看咱顶边有即、這个吼，咱讲个倒吊兰吼，即、哦、有开花，即倒吊兰吼。咱讲个白花秋兰吼、哦，这个都是兰花吼、哦，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也是兰花，这个都是的，好、哦。然后还有我们大家吃过的这个山苏、沙沙哈，这个鸟巢蕨哈、哦，鸟巢蕨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哥来，好、哦，因为伊生态雄厚，过来我们叫湿气太淡，湿气淡哈，所以呢，一宾馆的寄生共生植物很多，但是对这棵老树呢是不健康的，是一种负担哈、哦。这张呢，阿妈家当四百几来，伊风太呢唔捌家找到，是因为伊有客车。哦，伊后壁有一个山，吼、哦，那我伊嘛是爱传承吼、哦，就是伊嘛爱有子孙来甲传承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阮这张是镇县政府登记二号的老树，伊传承呢老棒生珠，这个是他的二代木，这张几岁？恁个要看麦？一百岁无啦？哎，这个美女厉害，甲鼓掌一下，二十通岁以上哇，好、哦，这张二十通岁哈。过来，咱会使来看，咱这樟树啊呢，哦，因为伊树枝断去会结疤结瘤来，咱即摆看，这是毋是一个树瘤？对，你看伊像啥？像什么？牛头。牛头还有吗？龙。还有吗？恐龙啊。啊？蛇。这个呢？恐龙啊。嗯，像什么动物？牛。像牛啊，狗，后羊，像公马，像公诶，马，诶、欸、对，是较像马，较像马头。啊，恁坐伫遮诶吼，你甲看，安尼像有鹿啊，像鹿啊角无？这个是鹿啊头，安尼有像鹿啊角无？你这个鹿啊角是足水诶吼，足水诶。来，咱再来看后壁这个，再过一个啊，来，遮。这只咧姓啥？马哥。哎，这只姓啥？马头鹰。这是熊熊维尼呢，还是一头猪头？猪头。熊。这啊，这个是像熊啊，还是像猪呢？猪啦。狗。猪。猪啦，它姓猪啦，这。地嘴讲。对，这个。啊，地水讲对不？啊，有毛人讲伊姓熊啦，熊熊维尼的。侧面啦、啊，对啦哈。啊来，啊，咱这顶馆阁有真侪很特别的东西，来，咱今麦看。哎、欸，来，咱今麦看这个头伫遮，身躯伫遮，啊，脚伫顶馆，安尼有生死脚无？有哦，啊，我甲你讲哈。嘿，蜥蜴啊，并无颠倒掉。啊，我跟你讲哈，伊是孙悟空变的，所以你们等一下把孙悟空要把它找出来。孙悟空会七十二变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下哦，咱来跟你讲，啊，就孙悟空找出来哦。啊，再来啊，这张树啊，吼，伊是原第二号吼，第四百几岁，但是伊不是上少岁迄张哦，伊即卖是上第岁。对我伊山乡来讲，对宜兰县来讲哈。因为哈、哦，咱卖讲名词嘿啦，嘿卖讲嘿都好几千年的神物，在平地来讲哈、哦，这个列管的老树哈、哦，这棵登记号二号，但是伊是这个现在是第一老，第一老的哈、哦、有千几岁，但是伊哈、哦、第一号的啦，伊嘛是同款，另外原生乡结头分的歌仔戏的发源地那个地方，但是伊这个欧破台风来甲拍倒，伊二代目甲四站老啊管，所以讲前几丛的伊是。上老的，哎、啊，伊这个顶管有真的蕨的，比较特别的，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个叫苏带蕨哈，这个苏带蕨哈，这刚树啊，刚好加两撮，吼、哦，这道要加一撮，吼，不一定加一撮，啊，过迄个顶管呢，这道要加一撮，恁等下去看吼、哦，啊，伊这顶管这个豆吊兰，非常多哈，非常多。